Hello，大家好，欢迎到大叔音乐屋。这期呢，教大家一首《想见你》电视剧里面的片尾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啊。这首歌曲啊，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那这首歌的原调呢是升 F 调的，我们谱子上选调是 C 调。如果想弹原调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六品啊这个品位，也要按照我们谱子上选调 C 调弹唱就可以了。那我在弹唱演示里面呢，是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二品变成低调去弹唱的。那吉他弹唱演示和曲谱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叔音乐屋搜索得到。这期我们用到的是拉维斯面单系列里面的这款 M8 云杉玫瑰木缺角原声款吉他，那手感非常舒服，而且它用的是呢美国进口的凡森休闲 Elix。如果购买配件或乐器需要同学呢，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淘宝店大叔音乐屋支持我们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演示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前奏。首先第一小节呢，前三拍是一个休止符号，停顿三拍以后呢，我们可以先提前把这个第二小节的 F major 七和弦按好，食指按在二弦一品，然后中指按在四弦的二品，无名指呢四弦的三品就可以了。然后看我们第一小节啊，二弦一品，然后小尾指按在二弦三品就可以了。好，第二小节 F major 七松开我们的这个小尾指，然后第一拍一二三四同时拨响。好，然后小尾指移到我们的这个一弦五品。好，接下来呢，我们的中指或者食指都可以按在我们的这个二弦三品啊，然后同时拨响二三六。对，然后这是第三拍，第四拍呢，松开小尾指，同时我们的中指呢按在一弦的三品就可以了。好，那第三小节 DM7， 食指横跨过来吉他的一二品这地方一个小横按压着，然后我们的中指呢按在三弦的二品就可以了。好，弹法是二三四弦同时拨响。好，要二三拍延音完以后呢，进入第四拍，可以先把第四小节这个 F major 七提前换回来。好，然后再看回第三小节最后一拍，二弦一品，然后小尾指二弦的三品就可以了。好，然后第四小节以后呢，把小尾指松开，然后第一拍是一二三四同时拨响，对，一个 F major 七啊。好，接下来第二拍小尾指一弦的五品，啊，第三拍食指按在我们的二弦三品，同时拨响二三六。好，接下来小尾指移到一弦的七品。好，最后一小节呢是一个 DM 七的这个高保卫和弦啊。就是大横按的和弦。那我们第四小节弹完一弦七品后呢，小尾指直接移到一弦的八品，食指横跨过来吉他的这个五品啊，中指按在这个二弦的六品，然后无名指呢是四弦的七品就可以了啊。对，小尾指是在一弦八品哦，就可以了。好，那延音完二三四拍以后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 A 段弹唱部分了。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六小节开始是 A 段的弹唱部分啊。这个 C 和弦怎么按呢？是按在二弦一品，然后中指四弦的二品，无名指五弦三品。好，那前两拍二三五同时拨响，然后四弦，第二拍二三弦同时拨响。好，那到第三四拍以后是 G 杠 B，G 杠 B 的和弦怎么按？中指按在我们的五弦二品，然后小尾指呢是二弦的三品。好，然后三四拍弹法是五四，然后二三弦同时拨响。好，接着四弦就可以了。好，第七小节 AM 七二弦，食指按在我们的二弦一品，然后中指按在四弦的二品就可以了。五四，然后二三四。好，第三四拍 EM 和弦。中指按在我们的这个五弦的二品，然后无名指呢是四弦的二品，然后是二三六同时拨响。好，第四拍的时候呢，可以制音，也可以让它延音出来。那原版的话呢，它是弹完第三拍以后，第四拍制音，就是把小尾指放下来，不让它发声就可以了。对，摸在上面就可以了。那第四拍如果不想制音的话呢，直接让它延音就好了。好。
带来我们的第八小节 F major 7二弦。那这个 F major 7呢，跟我们前奏有点不一样啊，这个 F major 7稍微会复杂一丢丢。那大拇指按在六弦的一品，然后食指按在我们的二弦一品，中指三弦的二品，那无名指呢是按在五弦的三品，小尾指四弦的三品就可以了。对，一弦是空弦啊，大家要记住。好，那前两拍弹法，二三六同时拨响，然后四弦、二三弦、四弦。好，一 m 弦，二三六四弦，二三弦四弦。好，第九小节 D M 七二弦，弹法是二三四同时拨响啊，然后四弦。好，第二拍二三弦，然后再四弦。第三拍 G 二弦，那 G 二弦怎么按呢？无名指按在六弦的三品。然后中指呢是按在我们的五弦二品，小尾指一弦的三品就可以了。好，然后同时拨响一二三六弦。第四拍延音完以后呢，进入我们下一小节第四小节就可以了。那我们从第六小节到第九小节弹上演示一遍，而且可以拿起吉他跟着我一起来学。当爱情已落成遗迹，用相信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好，那第十小节开始呢，我们基本上每换一个和弦，它的第一个音呢都会对爬音一下，对慢慢的扫下来一下。那比如说我们第十小节前两拍 C 二弦怎么弹呢？首先第一个音爬音，然后爬完以后马上要拨我们的后面一个音啊，四弦，然后第二拍二三弦同时拨响，然后再四弦，这样子。好，第二拍再来一遍。好，那 G 杠 B 也一样，第一个音爬音，然后四弦，二三弦，四弦。好，我们把第四小节连贯一遍看一下。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爬音的时候呢是慢慢的爬下来，而不是像扫弦一样，哎，这样是错误的，哎，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爬音一定要慢点爬，哎，这样弹起来呢才会更有感觉。好，那我们来演示一下第十小节到第十三小节。好，第十三小节的 D M 七弹完以后呢，然后到 F M 和弦了。F M 和弦怎么按？食指横跨过来我们的吉他的一品，然后无名指按在我们五弦的三品，小尾指四弦的三品就可以了。然后中指压在食指上面助力。好，第三拍爬音。好，接下来呢，第四拍就是二弦一品，然后小尾指移到二弦的三品再拨响就可以了。那这两个音呢，我们要唱起。失去啊，第十三小节另外一遍。人生也熟悉失去。好，第十四小节到第十七小节来慢速的连贯起来啊。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下面 F 7一场奇迹，一线生机。好，第十七 D M 七二弦，弹法有一点点改变。能不能又再一次想？好，第十七小节看一下前两拍 ，D M 七按好以后呢，第一个音爬音，然后四弦、二弦、三弦。好，接下来小尾指按在我们的一弦三品啊，同时再爬音，然后再四弦、二弦、三弦就可以了。好，要到我们的十八小节 G F 十一和弦了。那首先先把 G 和弦按好，我们的食指按在二弦的一品就可以了。然后前两拍，对，
第一个音爬音，然后四弦、二三弦、四弦。好，第三拍G二弦松开食指，然后爬音。好，那第四拍呢是延音一拍，然后进入副歌 B 段这部分啊。那我在演示里面的第四拍，我是用一个对无尾的滑音，我们可以在十二品开始，然后拨一下我们的这个六弦，然后滑滑滑滑滑滑着滑着，突然放掉那个和弦就可以。我们先拨响六弦十二品，然后滑滑滑滑滑滑滑着滑着的时候放开这个音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叫无尾滑音啊，我们再来一遍，要滑。松开以后呢，马上转一个 B 段的这个 C 二弦出来，啊，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从第十八小节连贯到十九小节来看一下。想见你，只想见你，这样子。好，再来一遍。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那 B 段呢，基本上是用到了我们的这个万能的扫弦节奏型。我们看一下 C 和弦这两拍是怎么来扫的。啊，第一拍呢是两个下嘛，啊，第一个下全部弦扫完，然后力度要重一些。啊，第二个下呢力度轻一些，然后只扫到这个和弦的根音，也就是低音部分就可以了。那第一拍是下下强弱，啊，第二拍呢就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前半拍是一个下，后半拍一个下上。那我们看一下，前半拍下，后半拍呢是下上，把它连贯起来就是下下上，也就是第二拍的扫弦节奏了。那再来一遍，对，好，下下上。这是第二拍，然后一二拍我们连贯起来看一下，第一拍下下，第二拍下下上，好，再连贯一遍，这样子就 OK 了，下下下下上。好，然后转一个 G 杠 B 三四拍呢也是一样的，下下下下上。好，那我们把第十九小节连贯起来 ，C 二弦到 G 杠 B 二弦这个扫弦呢。演示一下第十九到二十小节。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好，第二页我们的二十一小节 F major 七到 E M 和弦啊，那我们来演示二十一到二十三小节这一行。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遇，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好，二十三小节呢，它的三四拍都是用到了我们的第二拍的这个扫弦节奏啊，下下上这样子。好，那第三拍的这个和弦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和弦啊 ，B damn 和弦。好，那第三拍这个和弦我们看一下怎么按，是这样，在我们的五弦二品，然后我们的这个中指呢按在三弦的二品，无名指四弦的三品，小尾指二弦的三品就可以了。好，那第三拍扫弦就是下下上，然后转第四拍一七和弦是按在我们的三弦一品，然后中指呢按在五弦的二品就可以了。那扫弦也一样，下下上。好，二十三小节连贯一遍，逻辑心机推爱情。好，接下来来演示一下二十四到二十六小节 M 七和弦。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结尾就可以了。那 C major 七呢，其实就是 C 二弦，不要食指就可以了。
那整首歌曲呢就到这里，那曲谱和其他弹唱演示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叔音乐屋搜索得到。那如果对我们这把吉他有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大叔音乐屋，可以购买得到哦。那我们下期见吧。